那你非但不躲，还我还跑到攀岩馆来找我，这是为什么呀？你知不知道，这样很容易玩出。这位先生也太自恋了吧，拿错了情圣的剧本吗？放心，我要是知道你会来，绝对不会出现。说起玩火，有谁比得上你一边陪客户？ 一边装情圣的本事大呀！你说谁行事？给我回来！哎哎，于志，你没把人家高杰给哄回来？听他今天的意思，觉得你用心不专呢？我用心不专？我跟你讲，他。 才是行为不检啊！我今天本来是想庆祝他渡过楚才，啊，可谁知道他今天跟一个男的在一起。最主要的是，他视我不见，还把我当透明人。我，哟，吃醋了。玉芝啊，你在我心里可一直都是花中蝴蝶。我跟你说，高杰不一样。哎，这网上说，男女主角如果吵架。 如果男主角主动道歉的话，读者们纷纷点赞喊老公，都说千万不要跟生气的女生讲道理，道歉就好了。我越想越觉得有道理，要不试试？主动道歉？嗯，试试看吧。 喂，高姐，我挂我电话。哎，不对啊，这不科学啊！他现在才给你道歉呀，完了。对了，他白天说你有个新的目标，谁啊？我能有什么新目标啊？ 那他干嘛要这么说啊？今天他来樊思找我，刚好碰见我跟思成在一起。当时我在气头上，就没有搭理他了。就因为这个，他醋评就打翻了。他怎么不说他跟高慧不清不楚的？他跟你解释清楚了吗？我也不知道他在想什么。这有什么想不明白的呀？直男癌的占有欲呗，女人就得对异性目不斜视。高吉啊，你这回可不能轻易原谅他。眼下最重要的。 就是要备战好明天的比赛。嗯，无论他是什么样的人，我都没有时间和精力去想。这就对了。嗯，不过高姐，我得先跟你说一声对不起。明天不能去比赛现场给你加油助威了。我这个月业绩没有达标，老板明天让我出去拉客户。没关系，工作要紧。不过你白天又要卖保险，晚上又要写网文。 一人打2份工，很辛苦啊。不辛苦，我要用尽全力把自己变得更优秀，这样的话选择权就会掌握在我的手里。到时候就是大鹏一日同风起，霸总暖男都可以。明明有人就是有麻辣牛肉就可以。好好好，那明天是不是你的家人都会去比赛现场呀？他们想来，不过我怕他们累，就拒绝了。 那你那个亲戚呢？嗯，他是不是在那个什么，瑞华工作来着？他在珠宝公司上班，照理来说，明天那么重大的比赛，他应该会去的。他工作很忙，也成天出差，平时连见他一面都很难了。啊，那明天岂不是没有人给你撑腰了？只要你有这个心，在哪里都能接受到你的鼓励。那我现在就给你爱的鼓励。 慧慧，决赛马上就要开始了，你只要专心比赛，冠军一定是你的。妈，你放心，难道除了我，还有别人可能夺冠吗？
选手和自己的制作团队做好准备，我们的比赛马上就要开始。高杰，加油！谢谢吴老师。各位选手及台下的观众，我宣布本届匠心年度设计师大赛决赛即将开始。参赛的选手要用初赛时的设计稿手工完成制作蜡板，然后经过塑形镶嵌，最终完成成品。你们有8个小时的制作时间，考虑到费时较长，会维修1个小时，而最后的镶嵌环节要等蜡板成型之后再进行。希望每位选手掌握好时间，现在开始。师傅，我们今天要完成的作品就是这个模样。那我们要分成3个部分，因为时间有限的关系，我们会用一个红色的部分。最具实力的应该还是高慧，她的设计很有想法，况且她的制作团队非常的棒。改一下这个地方，然后再附上这个，像这样。走，咱们去看看。那个叫高杰的选手不错，跟团队配合得非常好，不急不躁，我相信肯定会给我们带来惊喜的。各位选手，中午的比赛时间就结束了，下面呢是午休时间，接下来的环节要进行金属铸模。为了保证比赛的公正，请各位选手把蜡板放在台上，现场将暂时关闭。
看到了高级的蜡板，它的成品一定是很难超越的。对，看来这次最有冠军相的是这个高慧，还有高姐。这个高姐要是对高慧构成威胁的话，我们就麻烦了。听其他选手说，你是最具有冠军相的一个。我跟于直都期待你最后完成的作品。虚伪，你们又没来现场。用来吗？我们直接来颁奖典礼不就好了？等你拿了冠军以后，我会亲自为你摆一个庆功宴。嗯，真的啊？一言为定。一会儿知道怎么做吧。啊，放心，我只知道阿龙要求制作蜡板，其他的我什么也不知道。明天回公司再说。虽然你躲人的技术不错，可是我在找人方面似乎技高一筹啊。我昨天来找你呢，是想庆祝你通过了初赛。我刚刚一路走来，看其他选手对你的评价也不错，夺冠有希望。我现在不想跟你说话。我跟你道歉。你跟我道歉？嗯。你知道自己错在哪里吗？其实我不知道，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对我的态度忽冷忽热，对我也不理不睬，还略带挖苦。不过我是个男人，我可以绅士一点，让你适度的发个小脾气啊。你真是好样的，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宽容大度的好男人，而我就变成一个斤斤计较的小女人。既然你不知道自己错在哪里，那我为什么要接受你毫无诚意的道歉？如果你真的生我气的话，我愿意解释给你听。你起码要给我这个机会吧，毕竟没有审判就判我死罪，这样不好吧？那我问你，不好意思啊，我有点急事，你比完赛我再来找你啊。各位选手，午休时间结束了，请大家领取蜡板到操作间进行金属铸模。这是怎么回事啊？评委们，我的蜡板出问题了。好，去看一下。怎么回事啊？我的蜡板断了，之前明明好好的。除非……好了，什么都别说了，你赶紧抓紧时间重新制作一个吧。人家已经开始金属铸模了，你这里还要重新开始，现在时间一分钟都不敢浪费。比赛要紧，抓紧吧。加油加油，赶紧做吧。我知道了。师傅们，拜托要重新做一个蜡板，时间紧张，麻烦大家动作快一点。时间来不及了。高姐，我看了，还是算了吧。是啊，我相信大家的能力，这一点时间要完成蜡板到铸模，一次成型是完全没有问题的。毕竟这次我们代表的是集体荣誉。
总不希望最后的失败是输在工艺上。我稍微改一下设计，把复杂的地方改得简单一点，怎么样？那你还是改完了再说嘛。是啊。好。群像耗时太长，一点差错都会导致立体效果大打折扣。外公讲过锯齿艺术，简单中制造变化，用残缺碰撞出别样的美。现在只能用修改工艺来缩短整个铸模的时间。起死回生，很漂亮。看来我们还是成功了。很高兴大家能各尽其能，与自己的制作团队良好配合，进入到最后的环节镶嵌。作为一名优秀的设计师，在寻找上好的材料上必须要具备一定的技能。你们有一整天的时间做准备，后天将进行最后的环节镶嵌，完成成品制作，角逐本届比赛的冠军。这届的选手虽然都很年轻，但是个个都有实力。我看了他们的设计，忽然觉得，哎呦，我真的是老喽。不就是想听我夸夸慧慧吗？以我个人的评判啊，慧慧的设计就放心吧。林老师，不好意思，打扰了。什么事啊？刚才在赛场上没有来得及说清楚，做好的蜡板经过午休之后突然间断开了三节，我觉得非常奇怪。我想查一下监控，看看有没有可能中间出现了什么差错。你是在质疑主办方没有保护好选手的作品？我相信您和组委会都是公正的，就因为这样才特意拜托您。你的意思是比赛有黑幕？舒怡可是我们珠宝设计界的翘楚，她已经很多年担任评委了，他人一向公正，而且以前的比赛从来没发生过这种情况。高姐，你心急我们都很理解，但是你把责任推给组委会，这个对主办方来讲是不公平的。不是，高姐，本来我对你的期望很高，一次失误并不代表什么，但是出了问题就归罪他人，这样我真的挺失望的。林老师，哎呀！林老师，舒怡，舒怡，吴老师。高杰，你怎么来了？舒怡的脚踝韧带断裂了，所以呢，她要休养一段时间了。是我一心想着比赛的事情，反应太慢了，
不然我就可以拉住林老师了。你也别太担心了，是他自己不小心摔倒的，跟你没关系。我可以去看林老师吗？啊，现在医生正在给他治疗呢，恐怕不太方便。而且你只有一天的时间准备比赛了，现在每一分每一秒都不能浪费。要不你先回去，你的关心我替你带到。谢谢吴老师，那麻烦你了，我先走了。这个高杰啊，太急功近利了。但是，比赛就是比赛，我会做出公正的评判的。只是现在的年轻人这么浮躁，实在是太让人失望了。是啊。余光华在哪？哎，儿子，别激动，都是自己人，快松手，快松手。老于，你这次效率还挺高的。我以为跟个往常一样，陪你在酒店住个把星期。我亲儿子，我让他来，他能不来啊？你怎么这么无赖啊？啊，小伙子，老于不容易，真不容易。这么大年纪了，这么演，不也挺累的吗？好好说说。老于，我们不服别人，就服你。你不只有一个能善后的好老婆，这还有一个这么送钱慷慨的好儿子。我呸！他穆子云叫什么好老婆啊？四五十岁一黄脸婆，从上到下看着哪点得劲儿啊？这次敢不管我，你们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他？能别丢人了吗？回家吧。哎，我先走了，回见回见。哎，这次从英国回来，准备在国内待多久啊？我还没想。等我呀，先把我日夜惦记的那些美食挨个的吃一遍以后再说吧。你看你，一说到美食，你脸上的表情就跟在学校的时候一模一样。先喝茶吧，这儿的白茶很不错的，来尝尝。看来你很喜欢这个地方，要不我把它盘下来。小月，你这开什么玩笑呢？我没开玩笑啊，反正我回国以后也没什么事儿，无非就是吃吃饭、会会友。有这么一间你喜欢的茶室，让你随时可以过来歇歇脚，那不挺好的吗？还是老样子，想到什么就做什么的脾气，一点都没变。嗯。我一点都没变，我还那样。你呢？说说你吧。啊，这些年我在瑞华，在瑜伽，算是如履薄冰。好不容易闯出一片天地，没想到现在又让那个混小子骑在我的头上。怎么会这样呢？磁恋你知道吗？嗯，在国际上还算是个知名的珠宝设计师品牌，
我的那个继子打算和吴小慈联手合作，这分明是要夺我的权。之前我的外甥女高洁去参加匠心年度设计师大赛，吴小慈的女儿也在那儿，我为了不跟他们撞上，连比赛都没去看。高洁，以前我也听你说过的。我自己没有女儿，把她就当做亲生的看待。她和她妈妈一样，很有设计的天赋。可惜她妈妈，哎，说说我吧。好。我嫁进余家，不知道是做对了还是做错了。现在我整天要跟在余光华后面收拾他的烂摊子。那个余直一天到晚都觉得我欠他们家的，不管我做什么他都觉得我居心叵测。现在看来我是欠着他们家一条命。子云啊，我是个外人，有些话呢本来不当说，可是我听完你说的，我觉得你过得并不好。那个余光华凭什么呀？他欠了外债，让你来还。到了我这个年龄，有些事情就看开多了。明显就是高洁设计不合理，没跟制作团队合作好，做坏了就是做坏了，还跑去跟评委纠缠，真有意思。就是，这简直是打我们樊斯的脸。可不是嘛，那女孩一看就是摆高位啊。我早就说过了，没有那个真本事啊，削尖了脑袋挤进比赛，到最后仍然是个笑话。好了好了，别说了。有笑话别人的功夫，不如好好想想怎么提升自己的专业技能。以后这种没有营养的刻薄话，我不希望在公司里再听到。高姐，过来。我们不懂制作工艺的比赛明星来了啊，走。高洁，真的很难为你啊，连蜡板都做不好还要去参加比赛，也是勇气可嘉。周总没必要这样嘲讽我，现场蜡板断裂，这影响的是整个樊斯从设计到制作工艺的品牌形象。这蜡板是被人动过手脚的，公司难道不该帮员工一起查清真相吗？做了手脚，谁做的？为什么？按你这么讲，每一个参加比赛的选手都可以拿这个当借口了。高姐，我告诉你，不光是我这么说，连我们公司派去现场的师傅也说你对制作工艺的确不太了解。连自己人都这么讲，你还有什么可辩解的呢？周总，明天就是比赛最后的录制环节了，还得麻烦周总给高姐准备一下要参加比赛的歌雪红。歌雪红啊。啊，这块红宝石可是我费了好大的力气才采购回来的。现在高杰闹出这么大的事情，我真的很不放心把葛小红交到他的手里。我觉得还是不要浪费这么珍贵的红宝石了吧。邱总，你别忘了，高杰是居总当初钦点的人选。比赛没到最后，谁输谁赢我们都不知道。但如果让居总知道是因为你没有给红宝石导致的高杰出局，那结果会怎么样？我相信你很清楚。司长，
你最好不要用巨四影来压我，我不吃这一套的。我这个呢，是为了大家考虑。公司尽全力支持高杰，无论输赢呢，责任都是他自己。但如果传出来樊斯连一颗红宝石都拿不出来，导致我们的选手在大赛失利的消息，那鞠总一定会追究相关领导的责任，到时候你我都难辞其咎。好，四总说得有道理，考虑的的确比我周全。红宝石呢？借，当然借。不过现在这颗红宝石在外地的分公司保管，我会安排人送回来，明天保证交到高杰的手里。OK。谢谢周总，谢谢四总。那我现在就打电话联系一下。二位还有其他事情？那周总费心。不错。我这都好几天没吃点好东西了，要不咱们先吃顿大餐再回去。哎，你们在这儿呢，你够精神的呀。你是我？我这是够精神的样吗？你是不是巴不得我快点死，霸占我余家财产？你是疯狗吧你？说什么呢？还以为这是公司的穆总？我告诉你，这是我们余家，你是我娶回的老婆。老婆就应该有老婆样，知道吗？什么叫老婆样？端茶倒水，生儿育女。你倒好，气走我儿子，到现在为止一男半女都没给我生下来。你现在充其量就是我们余家一看门的，懂吗？哟，怎么着？你想动手啊？来来来来来，打打打打，使劲打！我儿子在这儿，你要想让他听听那些陈芝麻烂谷子的事儿，你就尽情的打来。你傻呀，打你干什么？你是我丈夫，我是你妻子，我们这么你打我，我打你的，对咱俩的夫妻感情有什么帮助吗？嘿，穆总的夫妻理念分析得很好啊。我有个问题特别想问你，费尽心思撬来的男人过了这么十几年，感觉怎么样？不后悔吗？少年夫妻老来伴，我们老夫老妻的感情，你这个年轻人是理解不了的。穆总境界真是高啊，我是达不到。碎瓷片代替祖母绿的群香，缩短铸模的时间，这想法很好。可是小杰，你可不要小看这碎瓷片，镶嵌起来有一定的难度。你公司的师傅们行吗？我跟他们都聊过了，应该问题不大。哦，那就好。
明天呀，我真想到现场看你比赛，可是你妈妈。没关系，外公，照顾妈妈才是最重要的。嗯，而且我都长大了，你应该相信你的外孙女才对，我可以的。我相信，我相信。小姐，外公想嘱咐你两句话。比赛嘛，输赢名次不重要，重要的是要做出了一件于心无愧的好作品。你要真能做到这点，外公和你妈妈就为你感到骄傲啊。没人接，应该是在路上吧。高杰，今天你和我用的都是红宝石，你的质量应该不会差吧？否则我怕赢得太容易了。高杰，我女儿说话比较冲，别往心里去啊。期待你今天的表现。怎么一直没人接电话呀？会不会来了？来了。周总。啊。红宝石呢？实在不好意思啊，高姐，我的助理呢记错了我要宝石的时间，今天刚刚把宝石从外地运回来，好巧不巧，路上偏偏又遇上了堵车。这么重要的事情，哪个助理敢记错？说的就是，明天我就把他给开除了。但是我真的尽力了。老天不帮忙，我也没办法。啊，要不这样，我先进去看看能不能帮你们拖延一下时间，好不好？再想想别的办法。啊，别着急。四总，我突然间觉得自己很可笑，没日没夜的画设计稿，改了几百张图，好不容易才得到一个参赛的机会。结果呢？遇上蜡板断裂，我想尽办法用设计来弥补工时，以为可以在决赛力挽狂澜。结果，就连参赛的红宝石都没有，等于直接被宣告失败。还是因为自己人。高姐，一定要稳住。就是因为之前费了这么多的心力，眼下更不能放弃。没有红宝石，我现在就去跟我的珠宝商朋友打电话，看看能不能靠人情再借到一些。可是比赛一会儿就开始了，还来得及吗？一定可以。等我。高杰啊，先姑且不论他的红宝石质素如何，就照刚才的情形来看，恐怕开天窗了吧。这次的选手啊，也就高杰还算有点实力，但以现在的情况来看，冠军非你莫属。吴小慈大师的女儿回国参赛，不拿冠军这还像话吗？所以啊，我一开始就跟你说了，不用担心。真搞不懂，那高杰怎么就让你这么在意了？还是你心里觉得他比我优秀？哪里有，我吴小慈的女儿永远都是最棒的。好了，你赶紧去做准备吧。嗯。潘越，当年你输给我，现在你的女儿也注定会输给我的女儿。高级选手，你先去休息室休息吧，我们比赛马上就开始了。麻烦让我再多等一会儿，我比赛用的主食还没到呢。人家都是提前做好准备的，怎么你们凡思这么大的公司，送颗红宝石过来都会出岔子？哎，你先走吧，我跟他聊一聊。别生事儿啊。嗯。
怎么，在等宝石啊？刚才你应该都听到了，我的主石被人放鸽子了，现在只能等待奇迹发生。你要什么样的红宝石？我帮你找。恐怕帮不了，我需要的是鸽血红，因为设计的原因需要特定的台面大小。即便你有，你愿意给我吗？放心，思成已经帮我去找了。好啊，又是那个男的。既然有英雄救美了，那我就不多管闲事了。